带南方朋友吃东北烧烤，这干嘛？这炉子怎么还放桌上啊？这个，今儿给你来点不一样的，自个儿烤。你会烤吗？真的？你天津，俺们东北的，生下来他就会烤串。哎，这菜单呢？要啥菜单啊？那不都搁后边呢吗？先吃先拿。哦，自助啊？这属于是半自助。来点鸭，好丰盛啊！再来点香。哎，你干嘛？我不吃这个。你切记，今天咱主打的就是滋补哦。啊，再来20个鸭子，超级加倍。苞米来不来？来20串吧。20串啊，好像是不够20。这么大？要不再穿点？啊，不，够了。超级加倍。咱们上炉先烤小海鲜，这个能烤吗？啥不能烤啊？搁东北，它能吃就能烤。好家伙！要想肉串烤得好，你火候必须得掌握好。你再尝尝我烤这个大羊腰，保证它一点都不烧。真行啊，一套一套的。必须的，这以前我都干过。那怎么不干了呢？黄了。咱们上炉开烤没烦恼，没事还能整把游戏搞一搞。别说了，我的猪刚力升到200级就伸不动了。你领我左下角礼包码啊，能加速升级进化，还能领100血弹、648种异兽，一天就能集齐。你不早说，最近还有假期福利，只要从我左下角下载的真善海经，每天登录都能多领30颗绝版异兽蛋，吞噬一颗就能进阶50级，3天包你称霸门户。太牛了，必须的。哇，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哦。这小料一撒，我都馋了。保证你哈喇子躺不完。哎，整一口。啊，真香。哇，牛肉火太香了哦。一咬一口油哦。哦，来羊串啊。刘明。辣椒撒多辣呀。哎呦，哎，这肥肉香煎呢，真香。尝尝来。哎呀，真香哦。哇，真不错。我跟你闹呢，专业的。来吧，这个好了，尝尝。你整一口来。嗯，那梗油的，嗯，怎么样？好怪啊，但还不错，吃吧。哎呦，我吃大腰子啊，全是油啊，冒泡啊，太好了，来一口来。哎呦，来你来口串，太上头了啊，这羊腰真过瘾啊，小海鲜好了。哎呦，还有黄的啊，来点料。好，来。哎呦。那真准哟！哎呦，这羊像手捧雷子啊！炸呀！哎呦，看这活，我这香好多呀！这还没掏干净呢啊！来口来，预备解雇了！哎呦，那像吃饭似的啊！真爽哦！我这是给我也来一份，给我也来一份，能不了啊？这俩玩意儿加一块108呢，我这么便宜，贵我能点吗？我烤两个试试呗啊！能行吗你？我开玩笑，你看着吧。那我等吃啊、哦。嗯。羊汤不错啊，嗯，是的，糊了，拿走，不好意思，糊了啊，个儿烤的个儿吃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别，分一点，我这也糊了。